我聊成一线，一齐对付佢哋两个。但系鸳鸯系我好照顾嘅，指咩妹啫？佢系你妹仔嚟噶咋？快快脆脆搞掂佢哋，到时剩翻我哋两个，咪喺皇上面前斗个你死我活咯。妃子之位只有一个。猪猪啊，你而家要我换曲，咪即系要推我去死？你实在太唔公平啦！你有资格同我讲公平咩？你以为你系边个啊？你只不过系一个送鱼去我屋企嘅卖鱼妹咋？一定要穿住凤冠霞帔，在你面前耀武扬威。